牛马哥哥，你知道勇敢牛牛不怕困难说的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你呀。哎呀，啊，怎么是汤姆？杰瑞在这里，确实是兜兜。牛马哥哥，是杰瑞他们，你快跑。为什么要跑？我还要找他呢。兜兜，你们。就你叫杰瑞是吧？是啊，你是谁？我是张牛马，兜兜男朋友。我呸，什么兜兜男朋友，要么是牛要么是马，牛马是什么东西？牛马哥哥，别跟他说了，我们退了吧。不行，我告诉你杰瑞，从今以后你别想再欺负兜兜了。嘿，我就听不下去了，你谁啊？你管人家俩的事干嘛？哦对了，因为你声音跟我有点像，昨天好多人都骂我来着，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。谁教训谁还不一定呢。哎呀，我告诉你杰瑞，你别想伤害兜兜第二次。第二次，